画先，你要收太糟了。好，画上你。再来有个点，就是等一下这一条这两条是比较难呈现。如果你要呈现的话，你这整个地毯啊，它外围都要再描一个白边。老师有失败的人吗？可能就是我。可以跟你讲解一下这一只，这只基本上只能做头的部分。啊，哎，它真的好像你哦。它像我的。如果你这边身体不要啊，就是可能这样直接连下来，等一下你再画的时候直接连下来，还是你想要包括这个？一点点好了，可以吗？ 这样子吗？你觉得呢？我个人会觉得，如果身体只有一半的话，其实头直接连下来会比较好。好，那听你的。那好像蛮简单的哦。画先不要说太糟啊。好，画上你。再来有个点，就是等一下这一条这两条是比较难呈现。如果你要呈现的话，你这整个地毯啊，它外围都要再描一个白边。老师有失败的人吗？可能就是我。曾经有人失败。 就是因为你操作不当的话，它很有可能部位整个破掉，还破个非常大的洞。真假的？对，那破洞基本上就比较难再刺了。好可怕！只能那样补的方法去补它。好可怕！那是他付两次的钱吗？像他，那就是数，如果以一般人坐下来，大概要做到4个小时半以上。对，那么难吗？但是要看。 每个人的制作速度会跟会跟，对每个人的会跟，我有。你确定吗？我有会跟。是不是心虚了？哦，你只要头就好。对啊。你知道看到每个色块、每个颜色、每个线条都要描过一次。哦。那等一下有不确定有没有画好的，你就有没有用身体稍微挡一下看一下吗？哦。 好酷哦！你的鼻子是不是歪了？是不是？应该还好啦，还好。<笑>给他点压力。吓他啦，就是要吓吓他。老师，如果我描了没有很好，我可以再画一笔吗？我跟你讲，你描没有很好没关系，因为等一下你描的图它不会呈现出来。因为等一下我会打更烂。<笑>啊，真的吗？对，它不会呈现出来。白色那一区块，就是我的嘴唇下面。好。 我想好了。好，那你看一下哦。我直接抽取，等大家都描。可以。他说不用做头发，不然要多一个。对，如果做头发，我们要把它移这个东西。这个太老，它不会动。好，可以吗？两位可以了。